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周野。好，我们先来问一下露露一个小问题，刚刚小野已经回答过了。今天来到盛典现场，心情如何？很冷。没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好久没有这样和大家见面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给两位布置了一个小任务哈，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们的小野和白露要对视，然后呢，谁先不好意思把眼神给移开，谁就输了。这是移开才算，笑不算是不是？笑场也算吗？也算。笑场也算呀。算。好，然后赢的人可以指定输的人做一件事情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麦可以先给我，我们准备开始游戏哈。我先缓一下。你说开始，我们再看。好。先笑够是吗？这个游戏准备。好，来。来，我们先等着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谁笑了？谁的眼神动？可以啊，你逗他笑啊。我这个第一次跟别人玩这个游戏，笑吧。真的没笑吗？怎么感觉嘴角？哎，小野啊，小野输了。好厉害，露露撩到你了，是不是？天哪！闹一个在干嘛？来，我们露露可以指定小野做一件事情。小野。镜头撒个娇吧，镜头福利。那个撒娇怎么撒娇？